NBA 总决赛刚刚落幕，克利夫兰骑士队虽然落败，但明星前锋詹姆斯的表现依旧惊人。现在传出詹姆斯将在7月1号宣布成为自由球员，这也是过去6年来詹姆斯3度成为自由球员。外界预料詹姆斯跳出合约是为了先观望骑士队的补强计划，不过詹姆斯并未与其他球队接触，在与骑士队续约的可能性很高。